深夜，一个新娘子走在空无一人的街头，突然前方传来一阵鞭炮声，一群人摇着旗子打着灯笼浩浩荡荡的走来。就在新娘子拐过弯，她挡在了队伍的前头。一个法师模样的人走了出来。大家好，你们家今天上山不点我准。哥，什么送煞？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只是想回家。哥，原来这是一支送煞队伍。一旦这里上山队伍不丢宿主离开，一定要转定掉个煞。我家煞气护掉在心。可是法师的话，新娘子根本不听，她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就在她拐进另一条街时，突然一阵阴风刮起。新娘子想要看手机导航回家，可是导航突然失灵，还出现了一个红衣女人。下一秒，就在几小时前，新娘阿珍和阿伟在家举办了婚礼，可隔壁今天正好也在举行送煞仪式。台湾有个民俗叫送煞，凡是上吊而死的人都要法师举行仪式将他送走，否则怨气会危害人间。就在朋友们起哄让新人喝交杯酒时，阿伟的舅舅喝多了冲了过来，对着阿伟就是一顿骂。我明天三巴掌一定要给他咔的掉。阿珍不知道习俗并不懂，随后他发现裙子被红酒染上。就在阿珍拿出纸巾准备擦拭时，他看见了隔壁有个红衣女人正盯着他。此时阿伟来到阿珍身边说，舅舅喝多撞到了额头，他要先送舅舅去医院，等阿珍再回头，红衣女人已经消失不见。于是阿珍便打着导航先回家，这才碰上了送煞的队伍。可是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在浴缸里，阿伟告诉阿珍说发现他醉倒在路边，是自己把他扛回家，也是阿珍自己脱掉衣服泡澡。可是阿珍一点记忆也没有。浴室出来回到楼上，阿珍发现婚纱上出现大滩血迹，可是怎么洗也洗不掉。第二天他拿去干洗店，没想到干洗店今天没开门。就在阿珍回去时，他又碰见了昨天的法师。你心想这刷子要光天化盖，我家大一票问题。阿珍以为法师胡言乱语，他赶紧离开了那里。阿珍回到家继续清理婚纱，发现下水道被堵了。就在他疏通时发现了一个耳环，阿珍拿着耳环质问阿伟，阿伟说是前女友的，自己已经和他断得干干净净。然而就在晚上睡觉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国公，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看我？女人睡觉时发现被子里有东西，打开一看。此后阿珍经常发烧，阿伟便带着她去医院检查，后发现阿珍怀孕了。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可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阿珍睡觉时隐约听见婴儿的哭声，等她醒来发现被子上全是血迹，还源源不断的往地上流去。阿珍赶紧起身想要离开，发现房门怎么也打不开，此时挂在窗口的婚纱不断有血迹流下，婚纱里竟出现了一双脚。就在这时，阿伟下班回到家，发现阿珍正对着镜子梳头。老公，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看我？阿伟吓坏了，只见阿珍哼着歌自顾自地梳着头，突然阿珍咳嗽了起来，她恢复了自己的意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珍发现整个婚纱全是红色的，吓坏了的阿珍找到了法师，法师在婚纱上发现了一个耳环。这个耳环是死者的遗物。原来那天法师就是为这个女人送煞。上个星期有个外地女人来到这里，在这里上吊自杀，她说死也要死在前夫家里。阿珍看见项链已经明白了一切，可是她现在怀孕了，她请求法师保护自己和孩子，法师便将一个五雷令给了她，还让她在家里的门窗上贴好符纸，之后不要再出门，等法师晚上开坛做法烧掉婚纱。阿珍回家就贴满了符纸，等阿伟下班回来，阿珍便拿着耳环质问阿伟，阿伟也坦白了一切。原来阿伟早已经结婚，因为阿珍的原因导致离婚，所以前妻才跑到隔壁结束自己生命。阿珍很痛苦，原来自己才是第三者，她向阿伟提出了离婚。另一边法师已经来到了海边，此时婚纱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，而阿珍也像变了一个人。狮子幼子都是我买的，不要脸的贱人。法师也开始了最后的仪式，女人惊恐地睁大双眼，无形的力量将她打飞，按在了墙上。在阿伟惊恐的目光中，阿珍被高高举起，接着直接被甩飞了出去。阿伟赶紧把阿珍抱上楼，抬头发现窗外人影晃动，等他下楼查看时，一块石头砸破了玻璃。阿伟发现窗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只见身后一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。就在阿伟转身想跑时，无形的力量将他绊倒在地上，伴随着婴儿的哭声，阿伟怎么也挣脱不了。突然眼前出现一个身穿婚纱的女人，正低着头死死地盯着他，女人双手死死地勒住阿伟的脖子。就在他快要窒息时，阿珍醒了过来，原来法师已经开始点燃了婚纱。醒来的阿珍用五雷令击飞了女人，虽然阿伟罪有应得，但是他也不想阿伟就这样死去。随着婚纱燃烧殆尽，女人的灵魂也消散了，一切也恢复了正常。一年后阿珍生下了一个孩子，阿伟带着离婚协议书来到阿珍家，他再一次请求阿珍复合，可是阿珍的心意已决，他签好了离婚协议书。然而上次的事件后，阿伟的腿莫名其妙的瘸了，去看医生也没什么效果。随着镜头一转，阿伟的腿上竟挂着一只小阿飘。
原来前妻死之前还怀孕在身，宋煞只送走了前妻，并没有送走孩子，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折磨。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，我是金乐，我们下期见。